咁 LCM 咧就送分啦，其實就係我哋叫做有大食大啊嘛，啊咁啊睇 A 最大個次方係幾多啊？最大次方咪四咯，啊跟住 B 啦，B 最大次方咧就係五啦，然後 C 最大次方就係 C square 啦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 for dog 噶啦。